星星有偈傾，我係陳小芝，喺我隔離嘅係 JW。Hi。好啦，咁咧就學成歸來啦。我哋最近咧就聽到佢一隻好有型嘅新歌《Feel the Bass》。係《Feel the Bass》。係啦，《Dance Beat》啦。咁其實咧個 production 真係正到爆。我哋知道佢係嚟自電影《喜愛夜蒲三》啦。咁但係個 production 咧係去到 Beyonce 啊、Rihanna 啊、安室嘅級數。咁我又唔敢，即、就、係、是、我又唔敢咁樣當啦。但係我好開心可以有即係個俾咁多 support 我咯公司，咁因為呢一個 MV 我哋都擺咗好多心機落去咯，真係。咁其實咧呢一首歌咧，我哋真係聽得好過癮啦，好舒服，好 dance beat 又摁得好開心啦。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咧，人人都知道你唱歌其實係堅噶嘛，喺呢幾年嘅新人裏邊真係堅唱得歌。咁其實去唱一啲跳舞嘅作品嘅時候咧。你覺得辛唔辛苦咧？定係你會中意阿曼哥容易 handle 啲咧？其實未做歌手之前，我係永遠唱歌，即係永遠揀啲去比賽嘅時候，我個歌曲都係揀啲抒情嘅慢歌嘅情歌。係咪著數啲嘅咧？比賽係，我覺得會係著數啲咯，因為你可以容易感染到人啊，同埋因為你比賽嘅時候，你唱跳舞歌咧。你得一個人在台上就不知道怎麼好了，咁你一個人在台上你自己跳又不是那你冇可能揾班 dancer 噶嘛？你嗰陣時係咪？所以通常都是揀慢歌咯。但是而家做了歌手之後，有自己的快歌，其實係好正的，因為你又可以跳住舞，係啊。跟住你唱歌的時候，你又可以即係個成個氣氛是很開心咯，所以其實我都很喜歡有自己的快歌。即係嚟緊，譬如你的新大碟啊，或者你往後的日子，你都會 hap hap 咁去咯。可能是咯，都應該係即係會大，即係會係 all rounded 啲咯，即係唔會係平均啲，唔會淨係 focus 喺一樣嘢。咁就好啦。因為呢以前我們就即聽快歌就是 Kelly 啦，跟住Leon 啦，跟住就容祖兒啦，我們都很想有一個呢就是 Dance Beat 天后出現，就你啦，希望啦，希望啦，咁要繼續練咯 ，OK 嘅。嗱，咁啊講翻個 MV 啦，我之前咧就睇 lyrics video 咧，已經覺得好靚，哇咁認真嘅 production， 歌詞嚟嘅啫喎，啲字飛曬出嚟，五顏六色。咁我知道禮真嘅 video 都勁堅。因為是 4K 的超級 HD 的拍攝，那怎樣啊？會不會是因為它超級 HD 4K， 那拍之前呢你會不會我的皮膚一定要很好啊，不行嘛，這麼高清，那又我不可以不夠睡啊，會不會有這些這樣包袱？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很不貪靚的女仔來的，就是我是做歌手之前我真的很不貪靚的，但是做完歌手之後我就發現啦，死啦！原來成日上鏡啊，啲皮膚要好好多。所以我拍呢個 MV 之前，佢哋都提咗我，原來 4K 係比普通嘅高清電視係清四倍，係恐怖㗎。係啊，所以咁我就即係真係瞓多啲咯，同埋敷好多水分 mask， 好多好多水分 mask。但啱啱有一日唔好彩，因為我病咗，所以我係發住燒咁樣錄噶。但係嗰日都即係好開心，大家俾咗好多 energy 我。係邊 part 啊？我哋留意一下嗰 part。跳舞啊，好多跳舞永跳舞嗰 part。咁唔覺嘅喐住。哇！好多 close up 就話。你俾好多 energy， 因為你每一個 movement 你都係有力噶。所以嗰一下即係有時跳完之後想嘔嘅都。哇！跳到嘔。係啊，因為你咪發緊燒，你又要喐嚟喐去啦，好辛苦，但係好開心咯，做得。我瘦曬啦。咁大家真係要用盡眼力去欣賞佢嘅 4K 嘅 MV 啦，就係 Feel the Bass。